亲切跟选民自拍，握手把干净。国民党北市议员游淑慧力拼立委选战，请走大同区基层，但除了自己努力，也要有大咖助阵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已经表态，欢迎来找他。像张思刚跟那个游淑慧，对啊，那游淑慧人家说以前是柯黑呢，你还要帮他站台吗？你 OK 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他骂得不凶。非常感谢他哈，这一区是艰困选区，所以我本来就非常需要四方的英雄好汉来支持啊。我个人是不排斥啦，不排斥，因为我自己做过民调，就是某一个我人的支持者里面，这民众党支持者的比例还相当大。国民党北市小鸡都想找柯文哲来加持，甚至连民进党的高嘉瑜不但出席活动全程紧跟，更开玩笑说若柯文哲住在港湖也想找他来站台。蓝绿小鸡都跟柯文哲眉来眼去，而他本人也来者不拒，当然还是为了背后这一层考量。地方上没有区域的立委候选人来去做催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哦，这对最后的选举冲刺来说是有点伤的啦。同样在野党的候选人、立委候选人，然后呢彼此拉抬声势，我觉得这是柯的一个考量点呐、啊。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另类的草船借箭。选举就是这样啊，朋友多，敌人少。那在不违背党的这个规则底下，我会希望所有的四方的英雄好汉来帮忙。蓝营小鸡要借着柯文哲来增加选票，但就怕小鸡们跟柯文哲走太近，反而被吸走总统票。要不要跟民众党合作？蓝营中央跟地方恐怕是两样情。欢迎新闻，宋局李景强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